智慧树星球转啊转，每天都有新的故事发生。哎，小朋友们好啊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道哥，快来快来，和道哥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故事卡片是什么吧。哇哦，是瓶盖，嘿嘿，快让我们看看今天绿泡泡会用瓶盖来变一个什么魔术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爱变魔术。今天呢，我们又要有好玩的魔术奉献给大家。不过在变魔术之前，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小朋友。小嘉宾吕一锦熙今年5岁，小嘉宾张妙可今年6岁。欢迎来到魔法世界，欢迎你，欢迎你，我们欢迎你。欢迎两位小朋友，欢迎。大家看，在变魔术之前呢，我们先来玩一个游戏，好不好啊？哇，玩游戏！在我的面前呢，有一个像棋盘一样的道具，那上面呢有各种各样漂亮颜色的瓶盖啊，我们来认识一下。这个是什么颜色？绿色。这个是黄色。这个是红色。这个是紫色。没错。那接下来我们玩的这个游戏是瓶盖的连连看，也就是说三个同样颜色的瓶盖在一起，哎，就可以把它消掉。小朋友一定都玩过这样类似的游戏啊，小朋友和小咕咚都可以来试一试，看看你们能不能够找到哪种颜色的瓶盖可以三个连在一起，然后呢，然后看看谁得到的瓶盖最多吗？哇，这样就得到了三个粉色，可以拿下来了。好，把这个粉色的拿下来，这个就是你得到的瓶盖了。好，来，小咕咚也可以试一下。嗯，张妙可你先来吧。想哪一个？这个。哇，好的，拿下来。咦，这个就有三个紫色一样啦。哎，大家都找到了这个三个相同颜色的瓶盖啊，都很棒。哎，绿泡泡，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玩这个游戏啊？哎，因为接下来的魔术啊，也是用瓶盖来完成的。小朋友们来看，在我的手里呢，哎，有这样的一个瓶盖，是什么颜色呢？绿色。好。这里呢还有一块布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布是什么颜色呢？黄色。没错，我把这个布放在桌子上，然后呢把瓶盖放在上面，然后我用手盖在瓶盖上，小朋友们和我一起说咒语，乌拉乌拉 kill。 然后呢当我把手拿开的时候，我们看瓶盖消失了，那你们猜一猜这个瓶盖此时此刻会在哪里呢？我们把这个布打开看一看好不好？好，来和我一起数三个数，小朋友们，1 2 3。哎，怎么样？哎，怎么跑到下面去了？对，绿色的瓶盖呢穿过了这块布，然后呢跑到了下面去，是不是很有意思呢？啊，小朋友们想不想学今天这个神奇的魔术呢？好的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个瓶盖穿越的魔术非常的神奇呢？如果也想学的话，就让我们一起请出我们的好朋友魔香乌拉拉，让他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所需要的材料吧。让我们一起说，魔香魔香乌拉拉，我是魔香乌拉拉，我有神奇的魔法，材料都在这里。今天我们变魔术所需要的材料是瓶盖、手绢和双面胶。欢迎回来，现在呢我就来教大家变这个神奇的魔术啊。这个瓶盖究竟怎么能够穿越从这个布的上面跑到下面去呢？现在我就来告诉大家，我们准备好一个，哎，用剩下的这个瓶盖，然后呢
找一块任意颜色的布都可以，但是呢不能是透明的啊。好，然后其实我们在手上呢做了一个小小的机关，就是沾上了双面胶。小朋友和我一起来做啊。好的，现在呢我们在手上沾上了双面胶啊，我们把瓶盖放在上面，当手盖在瓶盖上的时候，小朋友和我一起来做，哎，把这个瓶盖和双面胶紧紧地摁在了一起，这样呢我们把手拿开的时候，瓶盖就被我们的这个手上的双面胶给粘走了，对吗？那小朋友说，那这个瓶盖被粘走了，它怎么又变到了下面呢？是因为我们提前已经在下面放好了一个瓶盖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我们再来完整的做一遍。首先把一个瓶盖放在桌子上，用布盖在瓶盖上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布呢可以不用放得太平整，不然的话呢容易发现下面的这个瓶盖啊。哎，把布放在这儿，然后我们拿出一个瓶盖，把瓶盖放在这个布的上面，我们用手盖在瓶盖上，一起来说。乌拉乌拉 ，kill！ 然后把手拿开，瓶盖消失了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悄悄地把瓶盖藏起来。我们再数三个数，一、二、三，噔噔噔噔！哎，瓶盖又出现了。这样，对，看看我们的是什么颜色的呀？我的是紫色的，我的是粉色的，红色，粉色还有红色。嗯，我们都成功了，来为自己鼓鼓掌，小朋友，好棒哦！但是注意啊，刚才小朋友手拿起来的时候，鼓掌的时候，这个瓶盖还在啊，要趁大家不注意，悄悄地把它藏起来就可以了。好的，小朋友们都学会了这个神奇的魔术，不知道我们的好朋友小丑琪琪有没有学会呢？乌拉拉，我也学会了。第一步，用手绢盖住一个瓶盖，并在手掌沾上双面胶。第二步，把另一个瓶盖放在手绢上，用手把它粘走。施魔法，拿开手绢，瓶盖就像从手绢的上面穿越到下面了。大家好，我叫侯思琪，今年五岁半了。今天的魔术我也学会了，让我来给大家表演一下吧。你们看，这里有个瓶盖和一个手帕，现在我把瓶盖放在手帕上面，我对它们施一些魔法，乌拉乌拉 kill！ 哇，我的瓶盖去哪里了？现在我把手帕给掀开，哇，瓶盖穿越到了手帕的下面。我的表演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好的，我们的好朋友小手琪琪也学会了今天的魔术，相信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一定也都学会了吧。哎，那在场外呢还来了一位大魔术师，两位小朋友想不想看一看他的表演呢？想。好的，那就让我们一起请出我们的好朋友魔棒小 Q。 啦啦啦啦啦啦，魔术很神奇，啦啦啦啦啦啦，魔术很容易，只要动手又动脑，只要你愿意，神奇的魔术在这里。 Ready！ 大魔术师，大家好，我就是拥有快乐魔法的大魔术师。小朋友，你看这里有一杯牛奶，接下来我想请你把这杯牛奶喝掉，好不好？好。嗯，不过呢，这个牛奶呢并不是用嘴巴把它喝掉，大魔术师希望你用你的脑袋瓜子把它喝掉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来试试啊。好，来，接下来吸一下。哇，喝得真快，小朋友，牛奶真的被你给喝得就剩这么一点了，好不好喝呀？好喝。今天的魔术你们觉得神奇吗？神奇，神奇，变魔术，变魔术，我爱变魔术，快来报名吧。
好的，谢谢我们的大魔术师带来的精彩表演。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今天的魔术你们都学会了吗？如果大家还有更好玩的魔术，也欢迎大家和我们取得联系，把你们的想法告诉我们。最后让我们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吧，一起来说，乌拉乌拉 Q， 我爱变魔术。